宋清澈，你在干什么？做完饭，这是最近特别网红的花螺蛳粉，怎么样？嗯，好吃。宋清澈，你在干什么？做完饭，这是最近特别网红的花螺蛳粉。我看，你这个也就这个蛋能吃了吧？你想吃？好吧，那这个给你吃吧，别浪费了，做了好久呢。宋清澈，你是变态吧？你怎么能用榴莲做蛋黄呢？我现在要立马加一条条约，以后不准在家里面吃螺蛳粉，还有榴莲之类气味奇怪的东西，绝对不可以。这个呢是最新的网红吃法，我是觉得用榴莲做有点太不美观了，所以呢动了好多脑筋做了一下改良。你看，毫不违和吧？是不是很好看？哎，这样吧，你尝尝这个，这个我绝对有信心，等你尝过之后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就一定不会说了。我是不会吃的，绝对不会吃的。过来。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吃啊。那合同还要修改吗？还是说等吃了这顿饭再考虑考虑？螺蛳粉的灵魂调味料，加与不加天壤之别。试试看。嗯，好吃。谢了，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新鲜的事物就应该勇于尝试。人生就像巧克力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枚会是什么味道。嗯，那我们一边吃，一边谈一下修订协议的事吧。又来，你自己不也觉得挺好吃的吗？以后我们一起吃饭吧。如果有空的话，我允许你点菜。吃吧。Thank you.